客官，请坐。小二，哎，客官，来了。哎，要点什么？拿酒来。好嘞。客官，要点什么下酒菜啊？再切三斤牛肉。好嘞，切三斤牛肉下酒。三斤牛肉。好酒。客官，这当然是好酒。本店的酒不但香，而且劲儿大，饮过三碗之后必醉无疑，所以才叫三碗不过冈啊。我说这牛肉这么肥啊，原来你吹死一头大肥牛。哎，这怎么叫吹牛呢？不信你到阳谷城里问问，哪一个不知道三碗不过冈啊。我不用问，我先吃完这三碗酒再听你吹牛。喝了这三碗，你可就回不了家了。别说是一个三碗，就是三个三碗、六个三碗，我也照样回家。拿酒来。客官，你可不能吹牛啊！慢说六个三碗，这一个三碗你就躺下了。我武松从来不吹牛，今天就给你吃六个三碗，让你看看。拿酒来。客官息怒。客官息怒，小二他也是为了你好，怕客官你喝醉了误了您的大事。你尽管把酒拿来，如果我喝醉了，我付双倍的银子给你。好好，客官随意。小二拿酒去。去。客官慢用。怎么样，我已经喝了六个三碗，怎么还不醉呀？客官，你喝醉了，你都站不住了，我扶你歇息去吧。去。客官，客官，你不能走啊，不能走。哎呦，哎，把这牌子给我砸了。什么三碗不过冈，吹牛。客官，客官，哎呀，客官，你真的不能走啊。为什么？客官有所不知，最近景阳冈有猛虎出没，已经伤害了30多条人的性命。我看客官不如在我小店住上一宿，明天人多了以后再结伙过冈吧。我的家就在那清河县，这个景阳冈我至少走了一二十遭了，从没听说过有什么老虎。你少编瞎话吓唬我。客官，客官，我不是吓唬你，真的有猛虎啊。真有老虎？千真万确，官府早已贴出告示，单身行人不能过冈，尤其是这个时辰。客官，我看你还是跟我回店吧。官府有告示？有啊，不信回到店里，我拿给你看啊。
刚才在店里吃酒的时候为什么不拿出来看？我以为你吃多了酒走不了了，所以我就你是想那银子吧？哎呀，你那点把戏骗不了我。我是一片好心，绝无恶意。你要是被猛虎吃了，可不要怪我。你休得再吓唬我，有虎我也不怕。让开。你们这些废物，这么多猎户，连一只老虎都打不过。你们可知道，这只老虎伤了多少人的性命吗？32个，32条人命啊！大人，不是我等不尽力，实在是那老虎势大力猛，难以接近呢。大人，为了打虎，我们7、8个猎户死在老虎口中了。既然猛虎如此凶猛，更应该尽早除掉它。你们再多设一些陷坑、窝弓、药箭，然后接火设伏，5天之内必须除掉景阳冈上的猛虎。限期之内若除掉猛虎，本县重赏你们；若不能除掉，本县重罚不饶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你拿上衙门的文书，去找他们的相关，让他们多派一些强壮的农夫协助猎户们打虎。此外，派人在景阳冈下的各个路口再多贴一些本县的榜文，重点警告行人不得单独过冈，更不得夜间过冈。是，大人。白天那个人喝了这么多酒，这个时候过景阳冈不会有事儿吧？你管这么多干嘛呀？你卖你的酒已经伤了32个人了，还多着一个。